再说，我们这开当铺的老人，还是不要去丢人现眼的比较好。不过大姐很漂亮啊，你很美丽哎。我说的是你们。啊？废话了啦。欢宇现在做的是时尚的工作哎，什么叫做形象第一的道理，你们懂不懂啊？反正接下来啊，这个当铺还有 ONK 就是要划清界限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希望他一个人照得出。夏快啊，你到停车场，我们在里面等你啊。是这样 OK 了吧？嗯。哎，放哪地方？我不管，我开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那风花要赔的，很贵那个。你想要跟我车子？没，你多大了？是谁叫你的？等一下。在第一季时就剪破，Austin Cooper 雪纺长裙的裙摆搭配 Austin Cooper 的外套，再加上。这是你待会儿上台讲的。哎，你不叫赵克柔也泥粪吗？你看他弄小抄哎。没来上几天班的助理会有我了解你吗？那里面的台词和桥段都是我为你量身设计的。哦。觉得他熬夜一整晚，最后却没派上用场，你觉得很对不起他？你想太多了，你该担心的是你自己。对哦。那个赵克柔，他真的不会出现吧？放心，那赵克柔就算想来也来不了了，因为我要他把整个仓库所有的鞋款全部拍照建档。然后再叫他赶去机场接一位国际名模 James Bond。James 是我们 ONK 锁定的下一季男装代言人。在他还没有跟我们公司签约之前，这消息是内部机密。所以我告诉赵克柔，他一接到他之后，一定要直接把他送到会场。啊？那你还说他不会出现？放心啦，飞机是下礼拜一晚上。James 现在人还在法国，今晚呢，他是不可能出现在机场的。这根掉下来了，哎呦，怎么就这么大一根线头啊？你看，这克罗的衣服就是纯手工，没平管，你不剪刀怎么办？没有啊，我帮你咬掉好了，你不要动啊。哎，别动啊。你是那个设计师啊？你好啊。你好。打扮之后果然很不一样。是啊，真人不露相嘛。赵小姐，来参加 ONK 的 party 就穿了一件很像 ONK 的仿冒品，这是很不礼貌的行为。我不
不是请你去专柜挑了一件了吗？设计还不是很好吗？这怎么会这么像？我们这一件也是主打去纺纱小礼服。这虽然或许可能参考了奥运会设计的想法，可是它却增添了中国青花瓷的概念和牡丹花的图腾，这就是你们设计没有的。难道身为设计师的你却看不出来吗？的确是不太一样。这可是全世界最棒的设计师设计的衣服，我想你们欧美 K 时尚派对所要呈现的应该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寻出自己的时尚。与其花大钱买名牌然后撞衫，倒不如量身定做，展现自己的特色。听你说的头头是道，不过这混纺布料廉价感是再精细的手工都遮掩不住的。我想你的设计师也太省钱了点吧。再说你这套衣服穿过两次就会变形，你不觉得花钱买的名牌比较值得吗？我的名片，来来来，很高兴认识你们呢、啊。哎呀，你们啊，如果要修剪头发，可以到我店里来呀、啊。我一定帮你们做到你们满意为止。谢谢。今天啊，我女儿在这个宴会上有表演呢，还有弹钢琴。我女儿长得又漂亮，气质又好。哎，好啊，在那，在那，那就是我女儿，吴白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啊。像你爸这样，爸，赵姐，赵姐，嗨嗨，这是爸，他就是那个总经理。哦，总经理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哎呦。哎呀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哎，那天我们家女儿一回家呀，对你是赞美有加呀，真是我毕生的荣幸啊。赵先生，哎嘿嘿啊，我今天就是要向你们说明，其实我不是总经理，真正的总经理已经要到现场了。我要请吴凡小姐跟我到后台准备。什么？你不是总经理？那你干嘛骗我们呢？那个。是有苦衷的。什么苦衷啊？这么说你也不是宁先生咯？该不会那天跟我们家木凡相亲的宁先生也是假的吧？对不起，我也不是那位要木凡小姐相亲的宁先生，总经理才是。赵伯母，赵姐，请您先安抚木凡小姐的情绪，总经理等等就要上台了，请你们赶紧先到后台准备。你准备一下，待会妈咪会 cue 你。嗯。上台前好好背背吧，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专有名词可以唬人的哦。嗯，我知道。哦，你怎么觉得好像参加演讲比赛一样啊？加油，我先去看一下喽。好，谢谢。1996年转入 LPMH 集团之后，首次设立了服装设计师职，并聘请来自美国的 Michael Kors。哦，一堆专有名词，谁背得起来啊？难道不能配合一下其他简单好念的吗？比起来，赵克柔的还比较好念。记得要微笑，加油。字写的还不错，还蛮用心的吧？哎，服装单我都给过你吧。嗯。那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你再问我。哎，那你不要乱跑哦。哦。我等一下会 cue 你上台。好。